嗨，我现在是进了吗？你们可以看到我吗？好久不见，哈哈，对，还是这个瓜兮兮的头发。今情人节你们怎么做的呢？你们怎么过的？过得还好吗？情人节，然后我们今天是在片场度过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在家里过的，一点都不好。在家躺着，等出成绩哦，考试啦。照顾好自己，会的。情人节快乐，好可爱的发型，因为今天是要拍摄嘛，所以白天不能直播，所以只有在晚上踩着情人节的小尾巴。对啊，一个人在家，偌大的房间只有我一个人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对啊，耳朵好红，感觉头有点晕晕的。估计也是一冷一热的关系吧。生日快乐，你生日啊，你情人节生日啊，是一个好生日哦。还有什么？他们都去哪儿了？他们在自己的房间啊。拍戏累吗？拍戏还好。不是很累，因为大家都蛮照顾我们的。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吧？我这个说话声音听得见吧？用流量看直播，你很溜啊！快考试了，加油哦！什么时候可以看见林秀雅？你得问斗破的制片人。好好休息。不过这么晚了，你们都没睡啊？我还说你们都睡了呢。好晚，困了。WiFi 卡吗？是我的原因吗？因为我的瓜兮兮的头发吗？太瓜了，这头发。看得见，看得见，都看得见。在拍什么戏啊？那我安利一下好了，《斗破苍穹》有听说过吗，朋友？又开始安利了。你要承包我的下巴的小痣吗？呵呵，其实这是一颗好吃痣，从小到大都蛮喜欢吃东西的，是古装啊，玄幻吧，架空的一个题材。唱分手快乐，你没看到我背景音乐给你们放了一个这么 happy 的背景音乐，你还要分手快乐？你这个心态不对哦。演唱会你要来看我啊？好啊，那你一定要来哦。过情人节了吗？过啦，跟剧组的小朋友一起过的，超开心，科科。理发师嫉妒我的美吗？不要这样说，被他知道了，我明天就惨了。对啊，今天哎，对啊，今天磊磊也在呀，然后，他们都在，小伙伴们都在。哎呦，哇，刷的好快啊！
可可。我要爬一下，好累，年纪大了，年纪大了就是容易疲惫。哪个磊磊？斗破苍穹的主演吴磊，小朋友，戏份多吗？大家的，我们几个小伙伴的戏份都差不多一样多，然后陪着，萧炎一起去打怪。其实啊，我今天发现，其实云南好干啊。我问老谷，然后老谷跟我说，云南其实不比北京差，在干度的情况下，好干。因为可能，老谷给我安利说啊，不科普说，因为云南是高原的原因，然后水分缺少，所以会很干。我察觉了，好干。快本我看吗？如果播的时候已经收工了，我就会看啊。当然，如果没收工，我会看重播啊。快本约起来，我们要录《天天向上》嘛？你猜我们要不要录《天天向上》？套路你一下。云南容易晒黑，但是我们都是在，啊，对，也会有外景，还是要注意防晒。要来马来西亚玩玩吗？好啊，有时间可以啊。多多补水。初三档啊，初三档你还是好好学习吧。你这么晚你还不睡？11:20了，快去睡觉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用一直播，因为之前我们也有直播嘛，但是没有用一直播，对不对？然后不知道。哇，一直播好热闹的感觉啊！哈哈，以后要常直播，这个得看公司了。对大学哥有什么祝福吗？祝你越来越好。是不是很不走心？原来这个烟花是放的时候会黑屏的。我以为是我手机的问题。好啊，其实，在这个节日呢，跟大家一起踩着尾巴度过最后的时光呢，其实就是想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就算你没有情人，其实家人啊，最好的朋友啊，也算是情人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自己在乎的人。那句话怎么说？其实爱对了人，情人节每一天都过。所以其实身边有好朋友，有爱你的家人，其实每天都在过情人节啊，对不对？科科，以后每天都在这里直播，没有时间啊。老谷说一句串你们，因为今天我们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就跟老谷说，哎呀，我跟老谷说，我说老谷，哎，我来。要不我们串门好不好？啊，老谷说好啊，好啊，大家现在也没有来串我们，老谷过来串我们。你喜欢我的发型啊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其实看久了还是蛮习惯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有点像瓜兮兮的感觉嘛。啊，老谷已经结束了。云南的天空很美，云南的一切都很美，真的，阳光，然后空气都好美。站在光头的帅，哈哈。我是不是时间也快到了？单身贵族什么鬼啊？说重庆话，又说重庆话，这一次就不要分手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大家有。相爱的人，然后都好好的走下去。听懂了吗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有很相爱的人，就好好的、踏踏实实的走下去。这个年代，真爱多难得，对不对？
很乖啊你，来，叮，战战送完礼物就要走了，初三党伤不起，初中生要早睡，我初中的时候从来没有那么晚睡过，快去睡觉，串门，我估计他不会过来了。最近看了什么书？最近都在看一些小说比较多。睡觉吧。好，高中生要不要早睡？学生党都要早睡，好不好？比如都，对，《爱乐之城》我去看了，抽时间去看的，很好看，然后很喜欢。虽然这个结局我就不剧透了，虽然这个结局对于我来说我不是很喜欢，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喜欢happy ending， 然后呢它是一个悲剧，不是悲剧，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吧，所以可能我不太喜欢。但是好看，然后石头姐演的蛮好的，然后歌也好好听，高司令也演的很好，歌真的很好听。但愿明天考试不犯困，那你赶紧睡觉，考试重要。直播到什么时候？直播到30吧，好像是30。可以看到你发了，看到啊，别走，哇啊，吃宵夜了吗？不吃宵夜了。是小学生，哎还吃薯片吗？不敢吃薯片了，吃薯片长痘痘，而且在云南这边很容易长。你们也是啊，因为现在应该是冬天吧，因为云南这边天气比较暖和，所以还好，不太冷。在云南为什么要小心？云南挺好的。好，对，我也要早起，其实因为拍戏嘛，每天都起得蛮早的，所以你们呢也早点睡，多喝水啊，对，多喝水。刷的那么快看得赢吗？你看我的眼睛一直在看下面的，伸个懒腰，什么时候来成都？成都离重庆很近啊。什么时候来武汉？所以现在大家是一个都在邀约我来，全国各地是吗？五湖四海皆朋友。广东我也蛮想去的，老听黄黄跟鲁丹一直在安利。还有三分钟，最后的三分钟了，好难忘哦。这个情人节，这是我第一个情人节直播，而且还是在情人节要结束的时候。么么哒，不要走。北京欢迎你，后面是谁？后面有谁啊？后面什么都没有，好吧？哦，后面有谁？
难道是好朋友？你不要吓我啊！刚那位朋友在搞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哪有？你们开始编了吧？你们都是演员。横店，嗯，哎，好像我们还会真的会去横店呢。真的套路，小明在我后面，我还小红嘞。小明真的来，小明，小强，下一次什么时候播？不知道，得看公司安排吧。我只是觉得情人节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过，蛮有意义的。然后给大家展360度展示一下我的瓜兮兮的发型。还有一分钟。哦，有空会去蜜月花园看？会啊，因为这两天真的太多事情了，所以没有时间去看。但是其实有看，就是没有时间去打，好累，然后就想睡觉。然后有时间我会把它整理出来。嗯，有看哦，我有看哦。最后一分钟啊，别了，别了，朋友们，情人节你们一定要快乐，不要分手快乐，要开心快乐。别说那么感伤，不感伤。哎，时间到了，叮咚，叮咚，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早点睡啊，然后情人节快乐。嗯，好，记得我刚刚说的，拜拜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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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